Hello.嘿，有饭吗？有饭吗？我吃一口。哎嘿，下一局了，都下一局了，没事。恩姐，我吃一口。哎，死两个人。朋友们，你们上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。我看这是朱小贝儿啊。我朱小贝儿在我脸上动了个刀，他说不是他，我都走过去把这个景拍了。但是你不是你是隐身狼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突然就是朱小贝儿脚下倒了个尸体，我走过去把这个景拍了。朱小贝儿都没有拍上这个景，好吧，我拍的是木木的尸体，啊，我过了。朱小贝儿，我好在过。嗯，你好蛋，你抖谁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没，我跟叔叔站一起，叔叔一下你妈神经病的，在我旁边笑，妈吓死我了都。过了。精英了，下一个。不是我要笑，是秀哥搁那哎嘿哎嘿，然后他哎嘿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了他人站在我面前搁那哎嘿，然后我脑子里面就有画面了，我就搁那笑。啊，其他没了，我过来。马王发言，不报警就不做好。马王开局和空城小弟弟一起复活，这俩谈恋爱了。然后我没和他一起复活，我在淋浴间，然后我走到路上碰见了他。我能铁保他，我觉得他也能铁保我，对不对，小弟弟啊？我俩一直在一起，但是我没有事业啊。我听霍志威怎么说，我过。对呀，谈恋爱呀。不是朱小笨，反正真不是我。我跟木木姐初中在一起，我俩一起去饭堂，我是要往下走，不是我倒的，是有个人往上走了之后，木木姐倒牌了，我要回头去报警的。丽丽报上警了，我不抗退，我通灵啊。我刚刚往上走的是谁呀？是你姐追了谁上去的？我不知道是谁，我没看清，我光看木木姐去了，不是我倒的呀，我通灵者，我还说按一下技能看使没使人，然后木木姐倒了，我就要回头去报警啊，我直接报了，我是通灵。刚刚谁往上走的，你们自己说一下吧，你们应该也不会说，我随机点一个吧，我不管了。好，说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朱小贝说完了是吧？你这什么叫随便点一个？首先你点不出来人是什么问题呢？那怎么样？如果不是你刀的，你好歹点个人出来或者点个色儿出来。你现在什么都聊不出来，我听发言怪怪的。反正我不在现场，我跟空城一起活。然后呢，途经经过了 EBZ， 那是不是被精英了？那铁打死空城！你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为坏，我狼你是不狼你？然后还有我做了个任务，那我就要打死空城。但这一波先不分票，先点朱小笨，后面有刀直接给空城狼过。OK。不就发言啊，恩姐好带，追的我就往上面就准备砍我，然后呢拉铃之前我说了一句，两具尸体同时出现了箭头，在我这儿看来啊，应该是链子倒牌了，而且他俩还有点距离啊，有点远哦，他俩是分的有点远的，一个是在娱乐室的前位，一个是在娱乐室台球桌那边啊，在我的箭头看来那两边好吧。朱小笨估计是四个狼啊，居恩姐好歹居错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本来说给你弃票呢，朱小笨啊，那我弃票过了。空城发言啊，呆呆姐打不动我啊，你想想，我俩只是有过一个照面，然后我就走了，然后我到那个娱乐室电视那儿的话，厨子哥跟我过来站到一起了，不然你和十八队一起站的时间最长，你怀疑我是经营者，这怎么能打到我身上啊？我听后面的过。也打不到空城，那新闻都说了是念之似的。那你的男孩小李是我刀呢，他说他上来报了个秃鹫，他说他要口饭吃，然后呢，然后新闻能对得上头，那你的小李这一刀是我动的，那都跟默默突然爆开的，那朱小笨肯定是被拆走的，我认这一刀好吧，而且能跟新闻说得上府上，然后四个狼下一轮可以猜我这刀是好刀还是坏刀好吧，小李是我刀的，我跳出来认这一刀啊，过，没有其他消息。好，先把盒子带刀了。空城，
我要是有刀，这 EBZ 能活？你不是静音吗？你不是静音吗 ？EBZ 在你发言的时候点标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说了，那空城也经过了。啊！我放他进来。有没有吃的？别追我，追我双倒！哎呀，追我双倒！我要吃饭。我操，他都暖暖空格呢。啊！七仔是我刀的，那已知恩姐跳手好带，我警长，广播任务是我做的，我看恩姐不和呆去，能让七仔在我来干掉，对不对？本来想刀何呆呆，我看恩姐跟在我后面，我通讯任务是我做的。何呆呆，你多捞我，两个人在一起你也敢经营，就不怕我带刀进来给你攮了？我警长，多的没什么了，过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补一句，西曼秃鹫。哦，那你这刀我能认，我觉得十八这个情绪很对，啊，他好人带刀他是这样的，哎。我先听后追怎么说。不小心 啊我这把还和小弟弟在一起，嘿嘿嘿，我过。西曼发言啊，十八 Z 刀了七仔仔，恩姐刀了何呆呆啊，他俩肯定都铁好，因为上一把恩姐是带的那个好人刀，就像我追了一张牌，知道吧？最好问肯定是刺客狼打动了。嗯，那估计现在场面上就应该只剩下一猎鹰了啊，狼应该都死完了。对不对嘛？那我继续呗，反正我吃谁我都吃不完啊！弃票。那我不知道了，我真不知道了，我没动过刀，我跟厨子哥在一块儿。小弟弟，咱俩这把还走一老厨子是狼，老厨子动了一刀，没有。没有老大，你看先一刀，先一刀，十八这一刀，你还点着你是什么刀？我哎，在楚哥，楚哥，我要你的菜。好的，楚哥。哎呦我操，有文化的厨哥，啊，刀的好呀！哎呦我去，我操！哎，扣分扣分。哎，我厨哥这两天开的，复仇啊！笑死我了，跟以前不大像。复仇啊！嗯，我不是静音吗？他们都爆出来了，我再不信。老厨子说话，他妈要笑死我了啊！他俩他就倒我铁印，我都那你都怎么倒？你改了一刀。楚哥，楚哥太捞了，楚哥，刀错了，对不起。好好好，对不起，一个狗一口没吃到啊。